多的是骨头，就用骨头来做我们的装备吧，全部拿来分解成骨头就好了。好，56个了，那个点呢？难带不进站了。OK， 这个还有这个。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这个，好，放进去，弄这个配件出来，来看一下，耐久防护，耐久，哎，完了，全部变成这个，小心按错。好，帽子一。顶帽子，然后再做第二个护甲 ，OK， 好的，有，好护甲，那我就放进去先。OK， 这个太多了，不需要了。现在就是要做这个，一个跟这个，哇，花那么多。已经花了差不多用完了，好，胸甲也做了，是没有骨头了，没有的话只好做一半先吧。这次应该是可以升级完了吧，我的装备现在就先这个护脚一个，然后还有这个的 OK， 合起来 OK， 裤子，然后再和我们的鞋子一个，然后还有这个一个，好，把它装起来，完成。好啦，我们整套骨头装，至少我们有一点。虽然他的那个什么不高啦，他的防守不是很高啦，但是至少我们有了一个防撞了吧，没有这样于死了，算是一个，所以可以去冒险啦，下一集来我们就去冒险啦，整理完了，诶，想解你很多，解完我们的这个经典项目 ，later， 完成我们的二级矿工。然后现在就是要做这个公司啊，做这个先，好，做这个，好，火把项目，这些对我来讲是太容易了，这个，好，完成了我们这个快递员，但是陪人做工。趁机我们这个共鸣小屋，完成了，真的是奇葩。